老帅哥，这里是十一号技师为您服务，请伸出您尊贵的狗爪子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么好的服务你不让替？今天不替也得替啊。服务怎么样，帅哥？一会儿给姐刷个五星好评啊，行吗？下次来了还点姐，行吗？帅哥，别往后蹬，姐还会松骨，我告诉你啊。服务完毕，给几个好评啊。